怎么了，老公？那我都有点迷糊了。没事吧？又去医院看看吧。没事，先走吧，先走吧。哎，你看老公咋的？干嘛呢？走，坐炕去，走。你俩干啥呢？吃点饭去。吃饭一边吃，靠车就知道呀。怎么了，老公？一边吃去，去快点，别给我车晃坏了。 来人啊！救命啊！来人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来人啊！救命啊！来人救命啊！跑了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忽然就晕倒了。给你送医院呢。快车吗？不会，你会吗？我哪会？快去吧，服务员，快！来来来！在人间有谁活着？ 像是一场炼狱，我不如我已经没有尊严，能放弃。当某天那些梦啊，你死在人海里面，难过让它去。这首歌就当是葬礼。 钱呢？你拿着，我不先任何人的，你也别白跑。你等一下，我知道你有钱，但是我不要你一分钱。第二，没钱不行，我知道，但钱我是万能的。我帮你呢，不是为了钱，是出于我的良心。别管有钱没钱，一个人如果没有了良心，你屁都不是。我们不一样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。 我们在这里，在这里等你。